谢谢我们金谷的乐师，谢谢。一百零四年，台北市歌艺观摩会演，那么连续十五天，到这就过一段落了。这十五天非常感谢咱好朋友对着艺文活动支持，对着社交馆所办的活动，这尼啊热烈，甲阮捧场的小弟伫这代表社交馆以及咱所有工作人员，伫这甲你说多谢。咱期待明年再会，谢谢。我明年再会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